小哥哥，我又来了，惊喜吗？嗯。意外吗？嗯，很欢喜。要不要再给你换一个？可以的。想都别想，今天就是我给你洗脸了哈。嗯，好。你都呼这几天没关了？有三天吧。三天是吧？好，让你从老大叔变成一个小大叔好不好？上正太了。这个美猴王。来试一下温度烫不烫？可以。好，一二三，左右个。一二三，再左右个。好，来给你擦个边吧。我可以给你擦个玻璃。嗯，好。像不像烤羊肉串给你刷油的时候？不同长相的胡须，它是有不同的刮法，是吧？嗯，还有就是好不好刮。哦。我上次听你科普了一下，我回去刮胡子，还试了试。感觉怎么样？嗯，有道理，但是做起来挺难的。你不好做的，你自己刮是刮不了的。嗯。放松。挺多刺激的，猜猜这是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嗯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叫法海那个崩。听不出来是不是？来，请你喝奶，小哥哥。好，谢谢。不谢。猜出来是什么吗？酒杯。这声音是不是很清脆？嗯，是的。你喝得好。一口干。好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欢迎下次的。好。哎，我没拔下来啊。好久不见了，哥，从哪儿过来的呀？经常来，你不知道啊？好久不见了。好的，咱们今天做个什么项目啊？来做个你们这儿那个什么套？帝王套是吧？嗯，帝王套吧。行，可以。那我先帮您截个面啊。嗯。多久没来了呀？得有个一周了是吧？有了，这回时间长了，这回得有十几天吧，得有。嗯，一周左右多。是吧？嗯。今天要好好给你清洁一下啊。咱们先洗个脸啊。嗯。嗯，慢点啊。嗯。你不能勤刮着点啊。我这每天刮都不行啊。你是不是老熬夜喝酒啊？他熬夜，他的胡子就会长得比较多一些，快一些了。而且你这是络腮胡吗？嗯，打个泡沫啊。嗯，这泡沫打在脸上是不是特别舒服？对。什么香味啊？考你一下。泡沫是薄荷味的。明明是草莓。
打在脸上。这清脆的声音解压吗？鼻孔可以张开一点点。嗯，是这样，用嘴呼吸啊。嗯。行，就是这样，现在这个不在了。给你拔了，帅哥。哎，啊！我没拔下来啊。哇！啊，那玩意儿。也没血了，还可以吧？不太疼吧？你自己看一下。啊，太疼了。挺多是吧？嗯。我给你扔了啊。嗯。这事儿。疼吗，帅哥？嗯，还行吧。一点都不疼，是不是？